女性阿莎与富少石恒聪交往6年，日前却突然宣布分手，引来不少网友猜测，疑似是因为男方拈花惹草。网传消息指石恒聪的新欢是2022年香港小姐季军梁超仪，因此纷纷涌入他社群账号留言大骂他介入别人的感情。然而根据港媒报道称，这段感情纠葛中最伤心的其实是女星陈静。陈静拥有甜美外形、火辣身材，演技也备受认可。阿莎在这2年与石恒聪经常分隔两地，因此男方经常找陈静出游，还不时被民众撞见两人约会。陈静2年前搬进千万豪宅，去年更豪砸9000万台币购入新房，情人节时还收到上百朵白玫瑰，但对于送花的人是谁，却一直没有松口透露。终于等到阿莎与石恒聪分手后，反而出现了梁超仪，让陈静从小三沦为小四。有网友爆料称，陈静其实早就知道梁超仪的存在，去年到美国游学3个月，一次就是为了疗伤呢。Bye.